望如此之久。Hold me close till I get up. Time is barely on our side. I don't wanna waste what's left. The storms we chase are leading us, and love is all we'll ever trust. 那各种也没机会了。坐飞机不会被我抓到的，然后就直接刷野就行了，不要浪费时间。没有机会就直接走。这种一看没机会才走，不要浪费时间。你看可以试过了，打不打不了我不交大，打不了没法就直接反了。瑞文出幽梦可以出，可以出，但我这套纯暴击瑞文的话，出幽梦有一点点拖节奏，但我觉得幽梦黑切也是不错的，个人感觉其实排位来讲出幽梦还是可以的，请推荐。哎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我觉得是幽梦就能守住格拉拉就行了，也许不是。像这种情况下，拖他来分六吧，来分六分钟。来分六别刷了。我是两组，两组。二组人机，呵呵。哎，石头人，你这下饭被我逮住了。
应该是可以的。直接大走不就好了吗？何必死一次呢？他一般玩石头忍者都不是很聪明，能说不是很聪明。就在眼前，不过好像还是赚的。盲僧，我刚开播的时候玩了。一般来讲，盲僧我不太喜欢。虽然冠军屏幕是盲僧，虽然我也比较喜欢盲僧，但是排位不太喜欢玩。买个草鞋，
因为一般比较劣势的话，我可能话比较少，因为我打的比较那个专注一点。这把就是我不能浪，我浪的话可能会输，所以说我打的会比较专注一点。一般来讲，我沉默的时候就是比较专注。拉的是满满的，就是因为他，你知道吗？要不然我都跟你们聊天了，好吧？他让我跟你们聊不聊天，还给我施压力了，你知道吧？导致我不能跟你们聊天。都要死，被孤立，只要是被孤立了，全部都打不过。这两个，还是换掉，换掉。他把，可以打。帮我的人头是谁拿的？这个石头人给我压力太大了，必须使出我失传已久的偷龙大法，否则可能将带不动他。必须使出我的绝技。遗传偷龙大法。我操！我还想省个惩戒呢。哎，我操！你干嘛啊，兄弟？我差钱呐，哥，主要是我差钱啊，不差钱你吃了就吃了，你这太搞了。我操！你保我吗？直播出装学会了吗，兄弟们？定身直接卖了，直接买复活甲。不要搞啊，兄弟！三龙了，怎么输？
行了，最后一把造性，借保自己的保时捷。